我努力学习，我考上海大，让自己成为更加优秀的人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靠近你。夏淼淼，你干嘛呢？快点！高二要来个转学生。大家好，我叫夏淼淼。你有没有事先去你新学校看一眼？雨伞给你。好，这个还你。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争取考上海大的服装设计。那你好好努力，祝福你，我们在海大见。夏淼淼，好帅啊！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暗恋学长几年了，我数数啊。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两个人表白？可是学长那么优秀，我这么普通，总觉得表白会给他带来困扰。 夏淼淼，夏淼淼，夏淼淼，他那么优秀还会遇见你，说明他命中有这个劫。那我也试试吧。他长得好看吗？美。那他学习肯定不怎么样。年级第一。怎么了？你是要跟着我吗？我没有跟着你啊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里有点不一样啊？别话好好说，别再相亲。这小姑娘不行啊。 一张合照就这么死心塌地了？林开拓，林开拓，你觉得夏淼淼怎么样啊？我不是妹妹，我不想当妹妹。林开拓，帮你不帮亲，你选的这个位子确实有点胆大。我们不是你朋友是吗？我可没他那么装的朋友，画的是梁耀年，我在上面看到梁耀年家电话号码。 以后我的作业你帮我抄。哎，林开拓，今天谢谢你啊。石亮，他是一个大男人的，不止玩玩玩，今天还提了一个叫丽丽的出来。<笑>我可以坐这里吗？梁年。 但是我看到学长照顾他，我就是很难受啊。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忙着参加设计竞赛吗？来。